大家都很紧张，2012年的一个惊奇，也是一个恐怖，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发生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觉得希望地球是平安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各宗教呢都代表了上帝的发言人，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宗教呢都能够祈祷，都能为地球的平安做祈祷。这个世界那么是一个让我们产生能量的世界，那么也就是从我们的内心的和谐去创造更大的一种能量啊。这个内心的不和谐呢，我想很多地方就会产生了这种撞击性的东西。和谐的撞击呢产生更大的和谐，那么不和谐的撞击呢产生更大的不和谐。所以我们用爱跟宽恕呢去面对这一切的不和谐，我想我们会转换。这个世界末日呢，我想不是那么恐怖的。末日是一个体质的转换，是一个人性的转换，体质的转换，它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生命的一个重生。心是一切的钥匙，善门恶门都是这个心是钥匙，所以我们大家把善爱宽恕，那么这个呢就是好的钥匙，这个钥匙可以启开一切的平安跟和平，也就是启开一切我们不会在这个末日里面产生任何的负能量。我们也用这种大家的爱心，大家的善念，大家的这种品德的提升，对伦理道德的提升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养分跟这样的一个新的能量，来启开和平，来启开远离一切的灾难，也就是说地球平安了，世界灾难远离了，我们得到了更大的新的能量，我们明年会更好。我们就是要回到当下，回到现在。我现在能够活下来，我现在活得很好，我当下的这个生命最要珍惜当下。活在当下呢，这个是面对现在是最好的祝福，也是最开心的这个时间，因为当下的生命是最实际的。种种的灾难呢总是会发生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，回到当下呢来让我们走更长更远的路。那么现在活在当下就是要活在当下，你试试看。我们用一分钟的一个宁静，深呼吸，合掌，放松，宁静下来，让我们的心回到原点。深呼吸，
合掌，放松，宁静下来，让我们的心回到原点。这样的宁静的心，这样的宁静的力量，我们大家如果可以这样的宁静下来，让一切都宁静下来，我们这样的力量，这样的祈祷，那会让地球平安，也会让我们灾难都会远离。